我尝了一餐，一如既往的符合我的胃口。嗨，各位，我是我，今天是我养第六天了，我已经实在是忍不住了。今天下手炒完两个菜的吃一顿，这个是蒜蓉粉丝比较简单的一道菜，这个是那个蒜苗啥的炒的五花肉，花不多少，骚，看一下吧，五花肉。真的是精选三层五花，还是好吃的，再来一块的。我尝的菜一如既往的符合我的胃口。哎，干还是要干哎，哎呀！感觉有点干了，稍微来点汤给它卸开一下，这样应该可以了。加点汤与啥都不一样了。